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！叮叮叮！你看我的汗血宝马，我抱着它就跑。慢点，慢点，不行了，我这特别晕。哎，不是，我自己颠行吗？你们别颠了。我自己颠行吗？我说你们俩呢？我说哥几个玩我呢？哎呦哎呦哎呦呦！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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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知是多梦，多么寂寞。范公公，你看你的女儿，你赶快去救她。汗血宝马反而轻松了，其实其他的交通工具反而是一种阻力。我看最难的就是那个颠儿吧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跟着后边，我们前面贴点坐，快辛苦。驾驾驾！我现在要减慢我的速度，因为我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对，你那汗血宝马太厉害了。对，这样会把他们甩得太远了，他们肯定赶不上来。赶不上来，赶不上来。给这个平底鞋和鞋不许法弄，他使不上劲儿，他跑不动也走不动呢，他没法使轨迹，他没法使轨迹。我们要带自己道具才能赢，他们会忽略，然后你把马头给偷过来，他们就到先到没有马，他们再赢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但我们轿子是大道具，很讨厌，叫他们先走。来，你们往终点去。爹，您跟着轿子走，我先往前探。哎，你稳住他们，让最后先抢东西，懂吧？他们用跑的。等等我，怎么了？干嘛等你啊？哎呀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跑太快了！哎呦，哎呦，船上船上船！哎呦哎呦，你少在那边！哎呦哎哎喂哎！哎呦哎呦，累死了！哎，歇会儿歇会儿。什么东西？哎呦哎呦，你的哎呦，他的衣服，他的衣服掉下来了。我的衣服掉下来，你收拾一下衣服。让我坐好，让我坐好。我衣服掉下来，哎，赶快跑！赶快跑，那个东西跑起来，跑起来。他们真不行，他不好好听，他们都瞎搞，智商太低了，智商太低了。迷你马哈，对，还有你小迷你。好了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恭迎二位，要想见到皇太后先得过了我这一关。坐下说话。好好好好，抬头累得慌。哎，姐姐，这个是我觉得很标志的那位宫女吗？她怎么一个人在桥上啊？你快点，我帮你拿着，我帮你拿着马，你去。这位姑娘长得挺标志的。将军，娘娘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在这边赏鹅啊？是鸭子哦，赏鸭子啊，赏鸭子啊。